我们学长黄书长哈，各位前辈啊，大家好。我想我们这个主题哈，是负责有关医疗与器材高龄化社会因应策略与计划。那理论上应该只讲，对不对？大家都报名。我们这个报名下午有位重量级我们陈教授，我会来跟各位报告，除了我们在北部做的现况之外，那整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建议？那我想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点，不过因为在座的背景都不大一样，就做一些基本背景资料分析，加上我们北部院的经验来做一些分享。那北部医院是过去它以前是做妇幼，大家知道万华地区还有全台湾都是高龄化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间医院每年亏快1亿，然后来教育部都受不了，就叫台大接手。目前已经在这个改43年，那我们这43年来历经一些变化，到目前来讲算是在医院的营运算是还算可以，那所以我们就把一些资源挪到这个我们长照这边，记得是挪到这边来做，所以可见的这个长照部分需要一个整体国家的一个策略性的一个这个发展才可以普及到所有的地方。那我想我就开始报告我们这边这个实务的经验还有一些建议的那有关社区这个照顾的一个模式，那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在整个台湾的这个老人人口比例明年就要到这个高龄，我们说高龄是60岁以上占14%以上，预估明年大概就这个超过40%，那占最后7、8、9也不晓得不清楚了，预测。大概就变成超高龄，超高龄就是20%以上的老人人口。所以呢，我们都看到今天这个最近的前一阵子的这个《工商时报》就说到，这个3月10号的时候说，这个老年人口首度超越小龄。那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口在今年3月的比例是13.33%，那14岁以下这个人口的话是13.3%，所以首度超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讯号。那另外就是我们新创人口，就是一些工作年龄者的话，也是比例上有一个下降。那所以呢，我们的高龄化速度大家很清楚，超过这个其他的国家了。所以我们预测就是说在78年就是到变成高龄化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在整个医疗体系我们要怎么努力。那我今天报告就是在照顾面的。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失能在每个年龄层都会发生但是呢，随着年龄增加，它的比例是增加的。以这个104年的一个失能人口，大概就是70-80万人。那我们看一下说，这个台湾的这个不管是老人方面或是护理之家，这个无论是从健保局的资料库还有这个行政院的统计资料发现在这个有关长照机构的户型失智型或是安养机构这边，total大概1000多家，在110个户型，那床数呢600床，那护理之家的话大概500家，那去年大概到580家，床数也是30000，所以加起来不到10万，所以刚刚的失能的人口是70几万，但是我们提供的可以照顾失能床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政府要？社区加上说，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希望能够 aging in place 所以我想这个长照里的一个计划就是这样来做延伸的那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上都有。那左下方的标志就是目前这个长照里的类似捷运站的标志大家去看一下，就说这个地方有提供这个长照的服务嘛那我们曾经在去年。12月多医学院长来挂牌的时候，这个挂了空包结果隔一个月就被拿走了所以可见的这个部里面设计的很漂亮。长照2.0特别的地方就是延伸1.0它的服务的对象的增加说过去51万人可能会被照顾预估的因为其实使用率没那么高预估会变成73万8千人，所以成长的比例增加。增加的条件，大家如 slide 所秀。
那项目也增加啊，除了原先的一些他项之外，也增加了这下面的一些创新和整合的一些服务。那也衔接了专业准备跟这个居家医疗啊，这个部分的话，大概你都有经验跟分享。好，那整个架构是说，从医疗照护生活这部分的话啊，特别是在今年的创新的部分，就是成立这个医协的据点。那当然，照管中心还是有它的角色的啊。那不过呢，我们知道说，过去应该以社会为主，那医疗有关的部分该怎么把它建起串起来？实际上，如果我们提出来这个模式还不错的话，就是从医院为基础去衔接这一块的话，或许大家可以做一些参考。那也是希望说这个长照服务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窗口，大家只要提这个打个电话或是有一些管道能够提出来，然后就可以专业的一个服务共同拟定这个照护情况。那这里强调的重点是 A 级的部分，当然但是有一些这个它的任务存在的一个情况啊。那最主要是讲旗舰店的是469家，那B 级的部分复合型，像我们德国院做的就是专卖店的部分860家，那相同程照站大概以刚刚讲来讲是2529家。那各个层级它的角色，比如说 A 级的话主要是口碑，那有一些可能衔接或是训练或是把一些资源做一些整合，利或是社区型的资源，那很开创一些新的一些服务项目。那也有派车哈去做服务的。那 B 级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服务的量啊，让民众得到多元的服务。那如果说我们已经有现有的长照服务，希望能够在4年更多的服务。那细节上看更接近这个社区的民众，希望能够有一些这个喘息服务啦照顾服务啦，或是说一些初级的一些预防功能。包括刚刚署长毛署长讲到的是预防失能的部分，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喘息服务啊，营养供餐、送餐等等，那这个部分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架构啊。那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医疗院所的一个整体状况啊，看起来的话整个诊所是往上跑，到这个去年统计大概有1万多家，那包括生活方面。那在医院的话可能变成这个从500多家480几家，不过这个加起来的话应该是1万6如果不看中医不看牙，所以在既有的这个可以营运的这个医疗院所，其实可以思考一下说生活啊这个所谓的医养合一的医疗照护跟现存的这个社会功能能够把它结合，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希望能够由我们社区院型的这个医院来做一些示范。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高龄化的社会最重要的除了疾病的问题还是生活上的问题这部分，所以要把这个养护跟医疗照顾把它结合在一起。那当然是随着我们的健康状况，包括年纪啊，包括身体的这个疾病的状况，从健康来讲，健康的这个个体的话，他要的就是一些预防的一个措施那或是说他可以训练他健康食，让他能够自我照顾那当然有时候需要一些专业的一些咨询或者照顾那随着病痛增加慢性病来啦，或是更进一步的中风啊、失能的情况之下，这是到目前他要的这个照顾在医疗部分跟照顾部分跟理解不一样，而且大家都很清楚，甚至到末期的时候，它可能要的不是 curative 那也不是预防性的大概最重要是一个 palliative 或是说一些身心灵一些照顾、一些整合性的照顾，甚至在过世之后，一些家属的一些安葬等等，都需要来一起来做介入的医疗。所以大概这个是国外还是我们国内一些专家学者都认同的一个照顾的一个模式，特别在高龄化社会。所以呢，在医院的部分，我们在团队就是以老龄学或是我们家医学、社会学训练的团队为主，包括 OD、BD
营养师，或是护理师哈，加上这个这个一些社工师等等这些团队服务很广，会对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啊做个人的身心方面啊，甚至在环境方面的一些评估啊，把它给筛出来啊，他需要不管是在回去社区或是回到这个家里面，他可以需要不管是医疗或是生活上的照顾啊，这是我们在医院里的特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我们在今年的论坛计划啊，跟去年的论坛计划做一个proposal，就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高龄健康与照护研究暨社区推广中心啊。我们这边的研究不像我们宋教授啊做一些很高深的研究啊，也像各位在座的做一些基础研究。我们最主要是一个转移因循，就是希望能够啊应用到社区的研究啊，不一定要发表实习的研究，我希望能够落实在民众的得到中啊。所以在研究的部分，我们特别强调啊，在一些像一些独立性教育的一些指引的一个开发啊，或者是说社会参与与这个社会健康指标的一些建立啊，或是预防失能的效果的评估啊。所以在左边的地方是我们研究的品啊。那事实上，在我们2.0之前，在前年已经投入了1000多万的预算啊，正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包括建立之后建立完 Mark Center 啊，或是做一些这个社区资料库的一个整理啊，然后是预防失能的介入等等都在做啊。那再来是真正的服务的部分，我希望能够有一些社区营造的部分啊，包括就是配合我们政府的这个长照服务的编辑剧啊，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成立这个健康照护组啊，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医院都加入这种健康中心的院，或是这个我们有算高龄餐饮院，我们医院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证啊。最近也把它合并起来啊，叫做健康医院，把这些所有的高龄的医院都把它合办起来。这是我们毛署长的一个这个体恤我们啊，这一线在做服务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心情啊，结合起来一起做一件啊，不要分开的干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全方位的复健啊，或是高龄友善的这个住院服务啦、再采整合医疗的服务，所以这个部分就牵涉到跟这个长照管理个案的评估啊在一起。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才的培育部分啊，因为大家都在知道嘛，从第一线到五线的要求啊，那因为薪水低啊，那政府也在规划他们怎么去升迁等等，或是薪水怎么提高。那在我们这边在院做的啊，我们是准备在做一些身心衰弱的防治指引啊，自主健康端的一个管理，跟老人做一些评估与介入的一些训练啊。那这方面的话，我们陆陆续续都有一些照顾员啊，或是其他的专业的训练的一些成果啊。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一个架构。当然，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过去做的或是未来要做的，都慢慢的把它落实起来。那我就一下就是做一些报告，让大家更有印象啊。那正如刚刚李大老师说，台大医院北护院啊，它是刚好在我们大医院做重症、做急症啊，做一些高分尖端医疗的大医院的旁边啊。所以呢，我们请过去的院长都还在威胁时代，都被这个我们总院院长说，在这个灯塔旁边最黑暗的角落的医院。看起来我们同仁的心情都很不好啊。那后来我到那边之后，我就慢慢的心了，大家不要自卑感，我们要 focus 我们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医学做长期上，而且我们要把它聚焦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是想说，很多的社区医院都有这样困难之处，因为大家说成大医院，要么就是诊所，社区医院。地区院都比较没有地区院啊，那这样怎么样把这个社区院、地区院把它变成一个人人爱去的医院啊？它在高龄化社会或许是一个契机，那么或者就是这个高龄健康照顾，也就是社区的中心的一个示范啊。好，那以我们北部过去这几年的经验啊，我们提供的当然一般医院的这种急性、紧急性啊，像我们做 PAC， 我们做 stroke 都是。从总院可能 case 都
台北地方住，帮他们来安排一些事情，这个 PHC 的一个照顾。那最重要的是肠道割让这个功能恶化的延缓的照顾。那一般我们知道社区或者是居家都是在这个护理之家或者是在门诊等等，这些病人的话，他总是有一些小的社区医院都是有病人那如果说把这样的一个社区医院、地区医院这么多的病床，目前的话都算很高，它便宜全民健康，能够好好的来做一个，不管是说 Q 或者 PK 的一些 support 啊，好好的运用，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国家资源可以规划的一个那第二块是说做居家照护，需要跟我开会，各位报告有关医疗啊、护理啊，都是 POD、SD 营养啊。我们都有在做。那再来是一个社区跟肠道长期照顾啊。那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需要增加，包括营养餐饮，刚刚组长提到到我们是那种 CCD 饮食就研发出来，还有这个辅具服务租借站，我们也跟这个西西服务中心做一些结合。今年提 SNQ 的一个热点计划。那再来衔接住院准备和衔接居家医疗。那到我们医院也有这个护理之家啊，59床啊，300多个住民在等啊，这个真的是在这个失能的照顾方面的话，在机构式的需求台湾是不够的部分啊，当然我们是希望多一点的社区啊，居家的照顾。那我们以这个刚提到的这个居家来讲啊，我们知道最近在做的就是这个就是个健保部分啊，一般居家护理。呼吸器或是安宁居家啊，那104年开始办居家医疗示范啊，那当然一些制度标准有些变化，那未来的话是希望变成一个单轨制，最近都是在过渡时期，所以我们有600种的这个居家科，大概一半左右转成这个居家医疗的这种啊，那包括一些这个居家一般的医疗治疗啊，我们一些困难的一些问题，都是都没办法出来。这些老人的一些医疗医生住房所以这样的医疗重度居家医疗就是过去在厂房继续的看病那再来是安宁那我们会是在20几年前这个核准成立的一个居家护理那病入之后变成留科院的居家照顾团队然后呢在今年加入这个居家医疗照顾的整个情况那我们希望能够扩大照顾不是只有三管，像照顾那些需要这个方便出门看病啊，就是我们说真的有一些可以到家来解决一些在门诊看不到的一些问题的人啊。那我们自己取名叫做护理居家啊，那这个特别是喜欢鸟是蓝雀啊，蓝雀计划，那我们不晓得取什么名字，护理居家团队啊。那这个是我们服务的次数，都看过去不错，基本上不是跟我说白话，不是在做的事情啊。那我们当然一些个案的连结啊，就他的 resources 呢要知道可以support 或是他可以来借给你们这个管道啊。那最重要的是以我们总院为主啊，因为每天他准备出院两个病人，就是在这边有一些符合我们条件的。其他的还有各个来源。那居家照顾的过程大概一半都转成一个居家的整合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截至8月为止啊，这些整合出来的话，大概还是以原先的这三管为主，慢慢的在居家医疗、安宁服务会增加。那这是我们前面讲啊，来揭牌的时候，那目前来讲，我们还是。台北市唯一在做，当然有些市方机关是台北市政府在做做的啊。目前有合作几家都还没有正式在落实，所以我们的经验是相当重要的啊。在这边的话，在 A 点的部分我们来做开幕的动作然后到我们那边来看一些刚提到的这个当然那是示范性质啊，就是做的比较好吃的啊，这我自己承认啊。那未来会标准化，比较这个越。院长也说好吃啊，那些老院长门口说好吃啊，他们给他看是方方的啊，这个是好吃的，不然一般医院的饮食都被他看成这个。
也是有批评的啊。那一样的，我这个标志在这边啊，那这个半年项目总结下，那我当天跟前一段来做报告有关，这个也是可以的。那部长呢，我们另一个地方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以前都是跟日本去学习，跟日本的一些未来的做一些交流。那最后一个补充的就是我们最近才公布的大学申请，因为毕竟我是大学部成员，我们教育部的系统因为现在强调今年以前的年满一个长单呢，发表 AI 来做一些阶段研究，那事实上很多的年轻人都还是没有对这个社会啊，对这个国家有些实质的贡献，希望能早在学校能够有些这个体验来这个学习吧。所以我们说企业叫 CS 啊，大学叫 US 啊，也主要是 social responsibility。那今年的话，我们就今年的有通过这个计划，600万的一个计划。那明年如果我们做的不错的话，会持续来维持啊。那这个是当天谢委员跟我们做评分的问题这部分啊，可能大家能够进来这个计划。为了很多的领域的一个学生啊或者专家都可以就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一个经验做一些交流啊，这是一些校长像吴教授会提出来，说谢谢我们可以做一些来发展。那我就举我目前正在做的啊，我去25这个申请的申请的认证啊，还有热饮饮食的开发啊，还有一些送餐到家一些这个餐盒温度感应。一些职工服务系的老师做合作，用手机就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变度几度啊，太冷了，这个里面都起了湿啊。那辅具租借的部分啊，除了租借之外，我们还要教导说可以自己避险的这个检修的部分啊。那包括我们也利用学校的一些这个校庆啊，可能安排一些活动给学生来看一下啊。那这是当时的这个。示范怎么来检修的一个情形。那送餐的部分，我们当然是我们除了送餐到独居老人之外，我们另外也有一些后来去领域提供一些送餐的服务。那这里要提到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老年人因为其实事实上潘教授也跟我们常常教学过台湾的一个营养大法发现，基本上老年人是普遍营养素不足。我常讲的，他们低啊、钙质啊、纤维，这当然是不足。可是很多老人是因为生下牙口咀嚼功能出现问题，所以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要摄取一些很好的摄像的咀嚼的饮食啊。所以老年人变得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来回归一下，想一想说，小时候怎么会小来的啊？让他们能够营养状况更好，预防吃很少一些。这个极少症的发生那我看中央医院的配饮食就是这样药老师我也很讨厌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让食物的原型摄像能够拒绝而且呢就是你看这样的他咀嚼功能不好的时候可以用汤匙相关它是不是像一块东西一坨东西一样这个我们也谢谢潘教授来给我们做指导让整个医院的发展慢慢进入状况我们就发展变成这个像日本的街舞饮食概念非常不同的东西那以后在跟农业部相关部门来做合作之下我们在社区就可以推广这样的一个饮食那这个我们在月期的时候有做一些推广那其实这些推广不是只有靠嘴巴来讲靠这个经验我们日本教授人跟我们讲还有一些仪器可以定性可以在这个客观的部分来知道这些食物的特性、物理的特性。那另外呢，我们老年人没有牙齿的时候，用这个上下来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东西可以来测量他的牙、舌牙啊，这部分的话都是比较少在我们学界在用，准备把它引进来更客观的来提供这种恶意饮食的一些测量指标我们是希望变成简单一点，变成三个等级下。那最重要是预防极少症的衰弱症的发生。那我们提供一些居家的医师服务包括这个物理治疗、智能治疗还有营养的一个咨询服务等等，陆陆续续量都慢慢在放大。
那也是帮忙这个在国际组在抓一些这个这个衰弱症的一个个案，我们自己也会抓，那从社区来转介的团队。那另外的话，我们有一些急性病就可以找后的这个一些包括居家啊，包括护理之家，包括一些他们一些需要复健的情况，所以急性医疗的部分还是要起床来备用。那我们也谢谢这个新建推动一个自动洗澡机的100多万的自动洗澡机，这样做安全的一个套路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培养的一些这个除了跟这个国民大学他们长期合作之外，我们也培养很多的照顾员那这些照顾员都是跟劳动部有签约合作这样子的话，我们训练出来的都有一些证照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也是建立希望平台，提供跨专业的协力服务的内容，包括时代的趋势好，这是我们的目前的架构，包括我们整院跟北部院自己要做到我们这些包括从门诊来，从住院来，从居家来，居家的话它是有很多问题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有些资讯化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资讯系资讯室也有一些设计一些比较方便的一个公立医院的工作系统还是一样的。那这些经验分享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实务上经过我们的介入这个老年人变成他需要一些生活这个依赖的病人，经过一些我们的介入之后的话包括我们的团队介入药物的调整，通过简单调整结果呢就可以一个月可以移除，而且可以自己吃东西吃药，而且可以自己来看病所以其实这么老的老年人经过大家都觉得摇头很恩慈的感觉，经过我们团队的介入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康复那另外我们也在最近几年来做安宁照护安宁照护的部分也是一样，跟所有人家搭配到门诊去追踪之外做居家访视等等最后这个老年人是也不能讲谈笑了，至少没有什么样的痛苦来往生那这是我们这个北部医院在这个长期照顾的部分一些经验给大家做分享，那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